我们的国家多进步，我们现在已经排名在全世界第十名之内。不管我们的年轻一代，现在很荣幸我们都有全民教育，所以很多人呢出国留学，很多人也是硕士博士等等。但是新加坡有几个基本的因素不会改变的，就是第一，我们国家的安全 National Security will never change. This i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for Singapore, National Security. 我们的安全，我们的稳定，就是国泰民安，是不可以改变的。第二，